这个瞻前方法量不多，但是可以挂机。方法是要有两只 A 键连发功能的手把，然后在咖啡店连发 A 即可。即使有人拿错道具，最后还是可以100%成功。 各位可以开启连发功能后去睡觉，1小时大约可以赚5000，10小时就是50000。如此一来就不怕买道具没钱，只剩稀有时需要手动刷。